儿童吧。在这个国际局势动荡不明、国家处境如此艰难的今天，我们仍能依照现今的常规来举办这次专题，这一点呢，表示了我们传承健全的意识和精神，我以这些学习切身表示和这次专题意义的重大。自从今年7月1日国际团体住所成立以后，团体工作人员大家一致的都全心全意靠公平公平公开的原则，认真的推动国家防务工作。那么主办机关团体也都重视我们一切的配合与支援，今天呢创立了全民基础的团结精神，这种付出的表现实在非常令人感动。表现民族建设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团结，团结是我们参军的基本真理。那么明天上午8时开始到下午5时为止就要进行投票了，投票就是外国投票，就是我们全民团结的这个表现。所以说今天特别在这里啊，在提醒大家，恳切的希望大家把投票列入明天的第一件大事，还有一件这个事务，就是投票所投下你支持的票，转至你认为最理想的这个候选人。这个是今天关于在此地再三所要拜托你一件事情。